证明你的家务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。我给你和你的室友准备了三份健康早餐食谱，请你们一起完成它，请穿上我送你的围裙，事半功倍，下厨。我说要么就人来，对吧？他真没来吗？他是不是人在门口啊？看来他想让他来。真没来吗？李欣真没来吗？那你拿那个安排活儿，这算啥事儿啊？失望写在了他的脸上。那我帮你衣服穿起来。我好累。这给我整一粉色的是啥意思啊？那个床单。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。适合我吗？挺适合的。嘤嘤嘤！快来吧，李沁老师的任务。我先挑是吗？这个我肯定不做，这个太麻烦了。我挑这个吧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No， 我在这做的东西都太复杂了，我今天要做简单的。还想蟹柳牛油果这个饼，这个也太麻烦了吧。这个做完之后上班肯定迟到。Here we go。 OK 了，520爱心。哎呦，你这颗心真的。我吃了。吃吧。是那个 Kiki 的那个小刀子是吧？太可爱了吧。叉子有没有？没有叉子，我们家怎么可能有叉子这种东西。那好没有情调啊，今天520啊。玩的人拿手抓着吃最有情调。哎呦，哎，好吃哎，我都感受到了，哇，很棒啊！别往嘴里塞，这什么人啊？你看，拉丝，那好棒哦！你吃进去啊？不是，我这一点点来，好吧？你不是说这样比较浪漫吗？这样浪漫吗？像喂狗一样。喂狗一样。感觉你们仨处挺好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真的。